天呢，跟我们的设计师约好要来看，就是平面图。这边就有一个小客厅哎。狗狗拜拜。这边本来就工业风哎，酷哦！现在上狗狗。宝宝。全程怎么样？然后我再给你点赞。好，那这个就先给你。评数的话，我是先以我的规划来去做计算的，那总评数应该都没有问题。那我算一点给你。好。然后这个话现在就是1:60，一边线，那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相对应的一个值。好，好的。你有没有不要的纸？还有一张画画。可以可以。他现在看到这些纸，这个这个这个。哈哈哈。没关系，你不会画太多纸，画别人。真的可以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是某一家。那不要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什么颜色？那先讲这个好了，那还是先讲流程。这个。流程比较无聊一点，关心这个，因为其实也是要先喜欢它大概。对啊，对啊。我是从上面下来的，上面比较这个版本就比较没有动那么多，就比较简单一点。我是从我这边，它这个流程比较长。我想爸爸可能还要好久的时间，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。我们在这里等爸爸。没想到他们谈第一次谈这些都要谈这么久，我们在这边等一下。你要上去找爸爸是不是？我们谈的有点久，小孩子有一点点受不了，带他到处乱爬。光绪这边楼下就像一个客厅，还蛮漂亮的。家。我们上去看一下爸爸，谈到哪里去了？狗狗要来了，对不对？给你看他们这边的电犬，是一只柴犬，可爱的小柴犬，它叫糯米饭。你在干嘛？从4点多谈到现在已经6点多了，所以总共第一阶段的洽谈就谈了2个小时了。我现在准备去吃饭喽，拜拜！工序空间设计。